闲暇学易经，快乐又轻松。今天跟家人们讲啊，六亲的相生相克。哎，以前给大家讲了，天干相生相克，地支相生相克，今天讲六亲。六亲近，父母生兄弟，兄弟呢生子孙，子孙生妻财，妻财生官，官又生父。哎，它是往下这么箭头是这个指的是生，父母生兄弟，兄弟生子孙，子孙生妻财，妻财生官鬼，官鬼又生父母。哎，这是我们来说是。六亲的呢，相生 我给大家画个图。这个图是。兄弟呢生子孙，子孙生妻财，妻财生官鬼，官鬼生父母，父母生兄弟，也是顺时针生，他叫顺时生，也就是左旋的意思。下面再给大家讲呢。六亲相克。给大家讲六亲呢相克，是呢，父母克子孙，子孙克官鬼，官鬼克兄弟，兄弟克妻财，妻财又克父母。哎，看到这个箭头没有？它是按顺序的，但是这个箭头不是生了，它而是克。我们来说也是叫格位克，顺时生。格位科，我现在给大家换一下。兄弟呢克妻财，妻财克父母，父母克子孙，子孙克官鬼，官鬼克兄弟。哎，就是这个图，也是我们说啥叫格科啊？哎，叫格科。所以大伙儿这个是不是也很好理解？我讲的非常就不快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。大伙儿呢，一定要呢给他记起来啊！下面给大家讲一下子八卦的顺序。也讲一下子啥先？八卦的五行的顺序吧。五行顺序，完了八卦我放到后边讲，我会详细给大家讲。五行的顺序它是啥呢？水一、火二、木三、金四、土五。这个我们来说，这个数字它是不变的了啊，它是没有变化的。水就是一，火就是二，木是三，它顺序是不变。金是四，土数，完了水也可以是六啊，但是那是在生成之数，生成之数，生成之数干啥时候用呢？假如说我们说看事情啊，看事情的时候，一样的，说水临水水爻临上的，看事情我们看缓与急，它分，我们来说呢，快吧，慢，还有不快不慢三种，快中慢啊，我就这么写。你假如说是水是一哈，咱们现在说了，水是一。假如说人预测的啥呢？看呢，说这啥时候能订婚？订婚，
我们来说他就是三年二年年内之事，所以说这个就为吉。我们要是假如说临到水上，那就是一年之内看。哎，这是我们说的是这个方法啊，它不一定说非得一年之内就这说能那啥，咱们就是这个方式必须要搞这个快。完了你要是看啥呢，看说这我们来说买卖之事，哎，说的想要长远一些的，那你要一定要往远推。那水加五十六，因为生成上面就加五，所以说呢它这个就是我们来说就往远推了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来说还是分不快不慢。你假如说是假如说预测的这个什么事情能办得快与否，我们说的能不能行，这个就是把他俩的数相加除以二，大约就是三多一点，这个就在灵活运用。因为我们来说就看你临时而断的时候，看你能不能切合实际了啊。哎，是这么回事。现在我就给大家先介绍这事，因为呢这个是以后的事啊。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子呢八卦的象，也就是说啥呢，才真正我们来说呢讲到了八卦。它呢数是八卦的象数，我们来说是啥，千三连。坤六道，震阳鱼，艮兔碗，离中虚。坎中马，对上虚，巽下道，这是我们说啥呢？我们学的这个八卦当中，就这个你是必须得背下来，因为它你才能知道这个卦的卦象。我们说来的快与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我给这个象给大家画一下。其实我们来说就是啥呢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即两仪生男女，男女交耳万物生千夫，千夫交耳万物生，这我不用说了吧，就我们来说啥呢，父母忙着生的孩子嘛，生出千夫交，这是生出六个孩子，依次是啥呢，三个儿子三个姑娘，儿子就是震是长男，坎是中男，艮是少男，三个姑娘巽是长女，离是中女，对是少女。现在大伙看不看出这一届我们来说是八卦就已经形成了，是不是啊？